鸡翅啊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我能吃十个，你能吃几个呢？快来跟我一起学着做吧。首先准备10块钱的鸡翅，咱们把这个鸡翅啊，两面呢都给它改上花刀，这样做出的鸡翅呢会特别特别的入味啊，家人们。改好刀的鸡翅呢，咱们给它冷水下锅，加一勺去腥的料酒。锅中水开以后呢，咱们给它焯2分钟就给它捞出来啊，家人们。捞出来以后呢，用清水洗净备用。这个鸡翅下锅以后啊，小火慢煎，咱们给它煎至两面金黄，再放8粒祖传的冰糖，冰糖炒化以后呢，放入大块的葱姜八角香叶，烹入少许的料酒，再来一勺酱油，加入忘情水，少许老抽提色，盐儿鸡精调口，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盖盖炖15分钟。看到这儿的家人们，老弟求您个事儿呗，就是对着屏幕帮我点2下呗。老弟的主页更新了很多家常菜的做法，每一道呢都非常详细。如果你有缘呢，点这个视频，麻烦你对着屏幕呢帮老弟点2下，我都这样说了，帮我点2下呗，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了。出锅之前呢，撒上性感迷人的小葱花。美食制作完成，鸡翅啊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。最后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关注我呀，还真有点用，感谢大家。